花生汤润肺生津，且口感甘甜爽口，老少都爱吃的一款佳品。用料很简单，煮法却考究。在厦门，花生汤是必吃的小吃。菜记大同花生汤，汤色呈乳白，入口香甜，密密麻麻的半状花生漂浮在表面，可作以甜咸点心，更会感到舒心可口。花生仁松软如棉，烂而不碎，入口即化，醇香四溢。糯米炸，糯米磨成糯米粉，再搓成条，炸完以后裹上糖粉， Q 弹好吃，还有鲜嫩多汁的卤肉跟香甜炸糕等等。吃过好吃的花生，但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花生汤。